的发声没什么关系，可是故意的挺胸，然后你不要动，你就继续驼背就好，看你的书。哎，对，头稍微低低的，你照到要头低低的，好。然后，哎，可以再坐的鸡巴一点，驼背，就是平常上课的姿势，他们都不是平常的姿势，我懂。因为我平常也是趴在桌上。